一个人坐在这里叹气可不适合你哦，舰长，这么晚还在处理文件吗？真是辛苦你了，一直以来修伯利安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你在处理呢，偶尔也要注意休息才行。舰长今天没有出去逛逛吗？商业区那边据说很热闹。是啊，小姑娘们热衷情人节的活动，我就不跟着凑热闹了。说起来，每到这时候总会想，一个人生活果然还是有一点寂寞，不过也只是想想而已，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说对吧？你这个人呢，一直这么温柔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在情人节这一天，收到不是巧克力的东西才奇怪吧？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你的脸有点红，舰长，你该不会是醉了吧？高吗？我并不觉得。今天就把手里的工作先放一放，劳逸结合才会更有效率，不是吗？别担心，修伯利安的工作我也会做一点，明天我可以帮你。不要拒绝我，想要感谢的话就陪我喝一杯吧。舰长，情人节快乐。